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可以一直持续玩同一款游戏的人。技能好多哦，不知道怎么拿捏。又下来，我开关没开啊，傻了。复制彼此流量。说 ATM 哦，我有想过啊，如果当时 ATM 的话，我应该就是天天开 FB 在玩了吧，这样子。因为当时其实 ATM 我在退区，观看还蛮多的欸。是啊，
点到斗争特工白痴哦、喔！傻眼。取消。还想斗阵啊？没有，不想，不敢。没爆，后面有怪是不是？想玩斗阵吗？斗阵一直在降，之前一直在降价呢。你还会死哦，你还会死哦。搞不清楚一招，等一下啊。火箭跳跃百万吨。剩四点呢，等我一下哦。只靠学校奖学金不够，而且前阵子要去奖学金，把都点。啊！哇，你有奖学金呢。
对啊，一开始拿到 OP 我就觉得很无聊啊。啊，可是就很喜欢啊，没办法。村庄，校牌前四十就10000块了，哇！加油啊，好好念书啊，至少我卡住了，至少把英文念好啊，不然玩游戏看不懂英文很痛苦啊。梅姨小姐，지식이우리를강하게해주면언젠가마음을들에게승리할수있을겁니다啊！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又有管理员塞的原位生存，又在塞 OP， 上次就看到一个朋友在玩别人的伺服器，然后跟别人要 OP， 然后就拿自己，你就切窗都在盖房子，那就说没有啊，我在生存啊，就觉得很，哎，看错了吗？等一下，高级智慧、高级魔力、高级健康，嗯？我忘记这是要干嘛的欸。哦，对啦。那时候有在练，有在玩这个。等一下哦，可是我不是吃魔功的，因为以前都会做暴击，以前都会想办法收集暴击，体质僵硬体质，像这个可以用。
傻眼，史诗战甲，高级致命，哎呦，制作。太猛啦！送这个，话说教主 TK 会开吗？要看人呢、欸，因为台北场那一次是就是因为没有人，人不够，怎么讲？小帮手不多，所以台北场那时候才会没有办法拍照。我刚才看到一个东西啊，你像眼球的是什么？消耗品。功能道具，其他我尽量了，好不好？因为摊位这样子就直接扔给另外一个人，你怕他太累啊？兔窝的可以揪团去帮忙吗？可以啊，当时要找位都是先找兔窝的啊。我那时候就直接关掉他的台了，我看都不看，没有啊。咱家的生存原味生存伺服器里面拿 OPE， 能盖房子，而且盖的房子就很丑，我就是直接干脆看都不看就关掉了。然后前阵子靠北版，很早以前靠北版还出现跟。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某某某在人家原味生存里面拿 OP 盖东西就算了，还盖那么丑，然后盖完之后自己又不在里面生存，超好笑。又有支线都要打旁边，很气耶、欸！你帮忙可能就是在场外帮忙吧，不用在摊位上呢、啊。摊位上就给另外一个吧。还没叫。
那什么时候过去？中午吧。那小雅细雅是谁啊？我怎么在拖？对你没什么印象啊。因为都是一点左右才外出拍照啊。哦，新进的哦，难怪没啥印象，抱歉。哦，我生日那个哦，哦，那我有印象了。什么东西？我要去哪里？确认。啊，对，走这里。然后我还关台自己去处理那些新进来的人。看不见的身体，早已定的结局。鱼油壶啊，好啦，打完这个我休息一下好了，因为有点撑不住啊，想睡觉了。我今天只睡四个小时而已，所以抱歉啦。本以为应该体力够，可以开到十二点，看来。没有啊，是还想继续玩下去，只是没什么力气
顾你们。是有，我在想什么？有体力玩下去，只是就可能声音会变很少，会一直在玩游戏而不是讲话。啊，然后再一次二选一，这个门二选一。今天还要早起去换钱，因为这次500块差点用光，吓死人！这门似乎启动不了。会啊，一定会的啊！没有玩游戏太认真哦，所以没办法，才说没办法顾你们呢、啊。不点，点不开。对啊，都给1000块的、啊，虽然都很有礼貌说不好意思，我只有1000块，我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啊，这个打完我就休息了。啊！被打到，好啦，感谢。来南部的话要怎么开台？兔兔家吗？就礼拜五不开台啊，然后礼拜六赶快回来开台啊。就这样子啊，啊，不然。如果我没达标的话，可能会解约，赶快做一做，有没有？降级或解约。好，就先这样子啦。好啦，感谢各位。这边不能看，回到光卡口。啊。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爱困啊，爱困啊。